我们俩回去把咱们之前在大梨树住过的地方、走过的地方、劳动过的地方，通通的都走了一遍，把我心里的迷茫、困惑、苦恼，都让大梨树的河水都给冲走了。小梅，这次回去，我好好想了想，我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了。想好了。 想好了，决定。是啊，决定。行，那我支持你。好。哎，你不会觉得后悔吗？可惜。不后悔。好。这次回去见到了老舅，他让我问你好。 身体还好吧？挺好。这么说，你是坚决要走了？是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以前我就说过，不管以后做什么样的决定。 跟你没关系，都怪我。我都觉得自己像个罪人了，怎么会怪你呢？其实也不会，咱俩以前就谈得很明白了。只是我觉得自己心里有负担，老是困扰我，也会影响工作的。哎，感情和工作。 根本就是两回事儿，是吗？在我这儿是一码事儿，我现在静不下来，总是怕自己会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。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。我知道了，你有这样的不安。 至少说明我在你心里还有块地儿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要说感激，应该我感激你，是你一次次给我机会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现在。我喜欢你的第一状态，但我更尊重你的第二个选择。既然这样。 进。老苍哥，嗯，你这咋回事？听说你要辞职啊？不是，你这，你先别说，你理智些行吗？啊，别那么冲动，自己干事，遍地是黄金，但处处还是陷阱呢。就是，有今天这局面容易吗？啊，是比上是不足，但。 笔下总有余了，行了，这折腾啥？你都别说了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这儿再好，也不属于我。我想出去闯一闯。这样吧，你们好好干，万一我没干好，没闯出来，我还回来找你们，怎么样？啊，瞎说你！这这这。
折腾这一圈干啥嘛？行了，我没事儿，赶紧忙去吧。